Hvor det godt, at klare det der her, der kommer af. Som kan ikke være dårligt. Sådan bag. Sådan bag. Det er jo her.北京烤鸭，哦，伊北京烤鸭因食因开的，生意较好诶。什么人开啊？因食较早做念食诶，嘿咪。念食因后生。念食是什么人？是咱公主后诶，公主前。还是二姐骨头澎湃诶。哦，真澎湃啊！啊。啊，你小黄瓜是一个盖啊？啊，小黄瓜一盖就。无啥澎湃，啊，无啥物，哈哈哈哈哈。那就是到看来呀。嗯。我这不是结婚啊，无看结婚。嗯。看猪皮啊。你说那地村来的啊？哦，这样。嗯，叫古董。要不呢？没乱啊？没啊。刚才明天的总检是下午下来，下午来的，是不是？晚上我们还要晨光嘛？你跟他说5点啊。现在已经22个了。那我们就想吗？掉了一件，我上次吃了好多钱呢。我掉了一件衣服。你送啊？你哪在？看到。他送了去买了。你安那？你吃一个安那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可以寄哦。安那抬腿？也可以啊。各位，各位，一直变吗？不要。啊，屁股有没有开花？整个都疤，现在退了。还有开花吗？没有，所以摔到那一次的经验，摔到那一次那个感觉就知道了。不要多久，多久要回来？啊？多久要等我？这是五湖啊，我我这个是周围啊，包括我以外成都。我早买嘛就吃过。伊伊说是好啊，哎、欸、哦哦，说是。我本来讲要叫，佮我叫你有你家客。哦，无啦。伊讲伊也有啊。哦。我真系要叫伊。啊，车伊讲互你骑啦，明仔载万一你啊需要用到啊。我有要买啦。好。嗯、黄灯。哎、欸，黄灯就是我有一个太阳在那边要消失了，对不对哦？阿弥比未来世界就太小哈，比那个天文台。现在就九点。现在几点？它有三个厅在放五十三厅的，还有一个厅在放三。就看九点的啦。看九点看到十二点呢，然后三个小时了。啊，六点半没糊吗？进几点啊，小妹？六点半。好厉害啊！我想要这样试试看。不要太大声了，好玩。
隔壁。没有，十点之前 OK 了。